请问你找谁？请问丁天使在吗？在啊。请问你是？我叫陈佩蓉，是他大嫂。请进。天使，大嫂来了。大嫂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年轻。坐。大嫂，我这个直来直往的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了。美琪算是自己人，没什么好忌讳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。你妈，我的意思是。妈，她，我觉得她每天的情绪都不是很稳定。我这做媳妇的，看了都很难过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应该常回去看看她，不要只把她丢给天后一个人。她是你们三个人的妈妈，天后每天下班回家，你妈就拖着她说一些陈年往事，说你爸怎么样凌虐她一辈子，以后又无情的抛弃她，她每次都说的声泪俱下。弄得天后的心情也很不好，甚至假日，你妈她哪里也不去，光会躲在家里面哭。我和天后也都不敢出门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生活的乐趣。我是想说，她也是你们的妈妈，你和天明也应该常回去看看她。要不要把你爸的事情告诉他？大嫂，我妈对你好不好？也无所谓好不好。他不常跟我说话，大部分都是跟天后说。可是我想，你是他的女儿，照理说应该跟他比较亲，有些话应该由你来说会比较好。可是他说，你们都是爸的唆使，骂他。挂他电话，甚至连他的电话都不听，所以，他只好整天拖着天后，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情。可是我想，这样下去，天后她的压力太大了。你知道天后她很孝顺的，她。我想我们的婚姻会完蛋的。大嫂，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你看到那一面那么单纯，我也不能说谁对谁错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跟妈说，要不要去提那些陈年往事。还有，你真的觉得爸是妈讲的那种人吗？你们家过去的事，我不太清楚。不
过天后对爸爸的厌恶，我倒是很清楚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强烈排斥自己的父亲吧。这是我想问他的。动静脉畸形，没听过。就是脑部的血管打结，会结成一个球，跟毛线球是一样的，不过在这里会越来越大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说的事不关己一样啊？听起来很严重哎。其实还好啦，头痛、晕眩都是小事情。不过医生说已经压迫到我的视神经，严重的话会失明，然后会压迫到脑神经。然后会怎样？昏迷，死掉。美琪知不知道？哎，你爸换个医生去看一看啊。搞不好可以控制那个病情啊。反正都已经没有机会了，迟早都是要走的。你不要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好不好？其实有时候想想啊，当我们这种人真的很好。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，没儿没女，没什么牵挂。天使，你仔细的想一想，你真的爱过吗？你没有哎，你不敢去爱别人，只要人家一爱你就开始逃避，你怕别人背叛你，又怕对不起爱你的人，你根本逃不开你妈的阴影哎。做心理分析。天使，爱是需要学习的，你还有机会。你老爸人呢？我唔知。你搁咧讲白菜？你这个破家查某哩！你哪有规矩去死死的啦你！你老爸写这个离婚的协议书给我，伊敢会晓写了？一定是你写的啦！你哪会这么敢欺负？我好好欺负心啦哈！恁两个咧，我规十冬，你敢离婚是安怎哦？离婚！
什么话哈、啊？我早哪知影讲哦，你随时都要来破坏我的婚姻，当初我就甲你提提死啦。哈简单，离婚哦哈、啊！你敢知影恁老爸哦，一寡退休金一摆拢领领去啊，伊够好乖哟。伊拢提来去大陆吼，钱诶散亲戚，你知毋知？还是偌侪钱啊？几十万年，你给养老钱啊？你无钱哦、啊！我无钱啦，养什么老？你当然养老，我还没养老，我没听到是？我敢讲真实啦，我早都无管来养先生是啥物人管我，是为啥物人管我啦？妈，你走好不好？妈妈，你还有孝顺的大儿子丁天后啊？两栋房子一笔定存呢、欸？安怎？你即摆是想安怎？想我咧孝顺我遐钱，甲迄两间厝，想讲要甲恁老爸联合起来，自我遐钱搁摕摕去大陆，哈？你都要看我做去只条件咯，老婆你才欢喜啦！我要跟你讲讲，你好不好？你是啥物东西呀、啊？甲你啥物关系呀？你就是阮天后讲的咧，我爱结婚，甲伊咧搞同性恋的，对无？够了，你闭嘴好不好？你女儿都已经生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破病！伊生病，伊七少年八少年，你生什么病来、啊、你妈妈，你不要再这样打她。我艰苦的时阵啊，我想要饮一杯茶，倒人倒我哩，哈、啊！你咧破病，你破什么病？你是心内有病啦！你心底变态啦！你早死早活啦！你精神死！你精神死！你病死死！你死死啦！你给我出去！你死啊！我操你妈！你奶奶！你出去！我走开！你死死！你死死啦！你死死啦！你出去！别给我叫啦！你出去！不能再骂你啊！你妈妈，我不要再闹了。天使。